把这个花瓣打开，然后去采集里头的那个花粉。上面 coat 一层 metal， 就是 gold platinum alloy。有是个粉色的光。这个步骤是让它干嘛？要保证这个样品干净，不想看太多，对吧？打开一个，给我一个。这个看像一个